test。今天要去宁海，提案，然后啊，我的车来了。OK， 现在我刚上车，去虹桥火车站。刚才用的是这个罗德的那个 Videoleap Me。今天出来带着装备一台手机，原来是想带我的6500的，但想想太大了，加上个镜头。今天是来开会的，就带了这么一个 Timbuktu 的那个包，然后里面一台电脑，然后就很重，下来相机就太重了，然后就带了个手机，带了一个 Joby 的那个八爪鱼的架子，然后带了一个这个，就没别的了。我来试试看能不能拍一段 vlog， 肯定能拍，对不对？但是能拍多好就不一定了，加上我又是个菜鸟，又是个新手。对，我现在已经回来上海了，然后今天的提案非常顺利，然后客户也都很满意，所以今天算是非常圆满的一天。刚才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用手机剪片，第一次用那个 Videoleap 剪，我觉得上手还是很快的，很不错的。然后等一下回家，接下来把剩下来的一段给剪掉就可以了。 OK， 那么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为止，谢谢。